你知道我哋广东有几犀利吗？听我讲一讲，你可能会搵到新嘅发展机会。广东人口 1.15 亿，相当于东三省人口嘅总和，总面积有 17.98 万平方公里。丹麦、荷兰、瑞士、不丹四个国家加起身嘅面积都唔及一个广东嘅面积大。广东已经连续32年 GDP 位居全国第一，上市公司数量第一，制造业实力全国第一，真正用了42年的时间将 GDP 翻了14,132倍。现在广东的经济相当于 1.8 个荷兰、3.3 个泰国、5.6 个越南、14个乌克兰、105个牙买加。什么是富可敌国呢？讲的就是广东。广东有全国最多的一线城市，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，有全国最多的地铁里程，有双十一期间全国最强的购买力。广东拥有21个地级市，成为全国之最。千年商都广州，千年凤城清远，中国海鲜之都湛江，中国罗非鱼之都茂名，中国燕都肇庆，国富故里中山，幸福之城浪漫之都珠海，武术之乡佛山，岭南名郡黄金通道韶关，中华侨乡江门，千年改革之城硅谷深圳，世界客都文化之乡梅州，中国玉都揭阳，世界商都汕头，潮丰古韵，岭门东湖潮州，世界著名的石头之乡云浮，靓仔靓女最多的地方，全国公理事最少的地方，全国美食最多的地方，还有最具影响力的方言粤语。我是中国人，我骄傲，我来自广东，我自豪。你还知道广东有什么地方呢？欢迎你评论区补充一下。